小时候呢，其实家境也不是这么的优渥，其实我都是半工半读的。五十几岁了，还愿意站上这个舞台，因为我觉得唱歌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事。有人来讨钱，今天你钱若无要提出来，看是要等卡还是要等手，我妈妈就跟他讲说，明仔总提起。